好，最后一关我们来到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威尼斯温泉露营地。这个地方呢，它可以运用的坪数非常大，15000坪。哇，15000坪，对，真的是15000。所以来到这里的，除了一般的车站，然后它有一个8个独立的露营车区，对，然后有总共28个可以让大家选的那个露营车。新的2个智障，对，智慧帐篷，智慧帐篷，对，它里面有就是投影机啊等等，这个驾驶的工人被吓，你都要被你骂了，感觉。但来这边不只只露营哦，其实来这边，因为通常露营就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空地，可是它这里除了可以露营烤肉，它还有那个攀岩，还可以有对沙坑啊，然后有滑溜滑梯。对，荡秋千。那你刚刚讲说有温泉啊？对，有温泉。啊，对，它的全名叫威尼斯温泉露营地。对，哇，那很棒哎。那来到这边要泡温泉的话，要先预约哦。这个就跟仁甫前面讲一样，在内湾这一带真的太多营区，每个山上都各种，到处营区都是各种形式的都有。应该是有200多个，这样算一个？对，这样算一个。算一个啊，太多了，真的非常多。其实像现在的露营，因为形式真的很多，你就自己去选择你想要的，各种不同，就看你的选择啊，接近大自然。嗯，好的，我们来到这个露营区，我们最后要怎么样去重头戏来了？大家要前往园区啊，去找爱心。嗯，爱心在盒子里面，是找到盒子里，爱心在里面。要找盒子，累积2颗爱心，就可以前往总部询问一个人的血型身份。嗯，看你要不要询问。好，寻找到一个就可以问。累积爱心前往关卡区闯关，任务成功就可以获得一条红线。你就赶快去配对区配对，配对额满就比赛结束。拿了红线可以直接配对，两颗星有红线，两颗星可以问线索，也可以玩游戏拿红线。对对对，但是玩游戏拿线的话有分，你想要一颗星就拿线的话，任务难度是最高的哦。所以一颗爱心的有2区可以玩，2颗爱心的有3区，然后3颗爱心的有2区。OK， 好。那爱心会藏在哪？三到处找，就是到处都有。三颗爱心的有两区，三颗爱心一定是游戏超简单，最简单的啦。对，怎么样？那就各自出发了吗？是。哎，好，走，来。哎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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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去啊。哎，我们很好，开始。耶！还有这种这么随便的？我操我操，哪里？哦，我看到。哎呦，小心哦！小心哦！2个爱心。3个爱心。哦，我看到。我看到3个了。我看到3个了。张琪，看盒子吗？啊！怎么都没有盒子啊？太夸张了吧！嘿，一颗星游戏在哪？根本没有啊！都被开过了，全部都没了，可恶！保险一点，我还是要先确认一下，要赌赌运气的。估计张文琪跟勋勋是吸血鬼，勋勋是问到，张文琪是猜的，所以我在问其他的女生，我来赌一个好了，赌花花。
花花的身份是吸血鬼。哇！好，算是有用的资讯。两颗加三颗星的嘞，三颗星这里。好，这个比较简单。然后等一下，请你选一个夹子，然后选一个夹子，我会帮你夹上。然后之后选一个水瓶丢出去，然后你的夹子如果没有掉就过关。三只有机会。对，你先选夹子，我帮你夹上。你要玩吗？好，来三个瓶，你要选哪一个？我帮你夹。那我选一个丢，这样丢，这样直接这样丢。往对往前往斜的这个，往斜的。对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啊！失败。所以要选不同的才对。你有三颗星，怎么高？我刚在张文琪前面拿了五颗爱心。你要问线手？问线手，线手是两颗对。对，来秀一下两颗。哎，不是，我知道人不对，我要问鞋子哥。修鞋子的血型是 B 型。B 型。A 型是谁？A 血，不敢那么衰吧？那我再问，这两颗是不是？对，好，高兴，高兴的身份是吸血鬼。我怎么没有问对？怎么没有问？问不到，问不到，谢谢。瓦力拼，最早配对成功，一颗星。哇！我这边呢，就是你把纸卷放在背上，等一下让它翻面变成这样。要玩吗？很简单，一颗星。来啊，试试看，来。你现在说要这样摆，变成这样。对，然后用你的这边顶一下，这样。怎么可能？可以放屁股一点。可以啊，好，准备。太大力了，失败。就在一起吗？没有了。就这样。再去找爱心吧。这样。我刚才震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动到，只是没有停住而已啊。因为你太大力了，所以根本没有看清楚。好，但我自己是不算，我只是试玩。可以。哎，这个可以。哎，呦，后悔了。三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。给你，哇，好多爱心，先给。这关是抬腿从胯下投啦，三颗中一颗就算过关。这里哦，对。哇，很厉害。哎，三颗儿子在哪里啊？三颗有三颗的。没天我没法跟你讲话。谁啊？这里也是两颗的。我进来，这样就红线了，我可以去了。我好像没有。啊！可恶，都被大家拿光了。真的没有哎，完了。你都没问到。Oh my god！ 我的功课都不见了。没关系。红线女孩，你要配的。红线女孩，等等，蝎子哥。花花鞋子已配对，鞋子请回配对区。花花鞋子。耶！恭喜恭喜！恭喜个毛，你赢了啦！干嘛配我呢？我已经够可怜了。因为我线索只有你，我不会不是只能。我这个血型很硬，很难配。我已经能配了，已经够有限了，还这样子。你救救这。那我们再来就好了。坐上麒麟宝座。我咬紧，哈，拿三，哇，被配走了，哇，哎呀，哇塞，
要听一下游戏规则吗？好，听一下。先在这边蒙眼之后呢，站上小板凳，把鞋子脱掉，站上小板凳，然后往左往右跳，自己选一边。啊，如果你没有跳到那个健康步道上，你就赢。来，哇塞！诅咒，你跳在上。有没有这么准啊？最讨厌的，就给我选到了。你跳在上啊。哎，不是，三二一，往左或往右这样跳，跳一下，轻轻跳，不要跳太远了哈。好，三二一，跳了。三，二三三，恭喜失败，然后去找爱情吧。可恶！对，请选，选一个夹子。这个。好。夹耳朵吗？对。那你现在请选一个水瓶，然后就往前，往斜的地方丢。立刻心理游戏太难了啦！立刻心理游戏太难了啦！不管。我配对，我配对，我去哪里配对？哪里配对？好。哪里配对？公布哪里配对？哪里配对？哪里配对？怎么办啊？我一颗都没找到，怎么会？哎，真的没有哎，都被开光了。你一个都没？我一个都没有，你也是吗？我有。我一个都没有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太感谢了。太好了。里面都是空的哎，可恶。哦，还有麦星，还有麦星，哎，对不起啊，没事，被手抽走，被手抽走，对呀，都没了啦，啊，都被找完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找到，再一个，再去换一个。好难哦。都整了差不多了。那边那边，德福哥，你要爱心吗？好，好，好，给我，给我。我不要给你呀。配对，配对。你有红线了。对，我有红线。我要配谁？我想一下。那个绿色是那个 JR 哥。Luna 纪言凯配对成功。Yes。纪言凯 JR。请回配对区。哎 ，Yuna，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配对吗？你这太肮脏了。我可以跟你配啊。JR 哥，你不用找了。为什么？你已经跟我配对了。你是鬼对不对？我不是。哎，所以你没有说谎哦。我没有说谎啊。我以为你是，我以为你是吸血鬼耶。我们配对成功了。你就是从头到尾都不相信我。我先收着。我以为你是那个啊。哎，我应该要相信水瓶座，因为我老婆是水瓶座，水瓶座不会骗人的。对啊，我们最不会说谎。拇指跟什么？拇指跟拇指。啦啦。你要问谁？问谁啊？我问了谁？我问了茄子哥、人福哥跟高兴。配对成功。所以我差。纪元凯 JR， 请回配对区。梦泽。梦泽的身份是。我最就是这样跟我一样，我这也太衰了吧！是两颗吗？结束了是不是？那我要玩一个。结束了是不是？游戏在哪？两颗两颗。好，这关是背对板子丢沙包，然后你有三次机会，超过15分就成功。背对哦。背对哦，可以先看好位置再瞄准。完了。可恶！这个很难呢，可恶！接在你，又要去找了。你这个怎么玩？两颗星的。然后呢？五次翻牌机会，翻出两张爱心就获得一条红线。五个，两个爱心哈。五次哦，五次机会哦。你里面牌是全部都有的吗？全部的。好，一次。一。二，哎呦，一个一个，三，哦，三张了，三张五啊，对啊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可不可以来个六吧？啊，四张了，最后一张，一，二，三，哇，好过关过关，红线红线就红线就红线，
好，回来。他们会不会赢了？哎，两颗的在哪里啊？这边。背对板子丢沙包，有三个机会，超过15分就成功。你可以先看好位置再丢，然后总共只有三颗机会，要超过15分。好，0分。0分。好，没有。一颗在哪里啊？三颗星。三颗。我先暂停。要干嘛？这一关是，请你选一个那个塞衣夹，然后夹耳朵，选一个水瓶往前丢。啊，如果夹子没有掉，你就过关。这样。对。有夹住就好嘛。对。好，请你选一个水瓶，选一个水瓶往前丢。什么意思？恭喜过关，过关。好，我过关了。对，因为它没有掉。它各连一个。哦。对，没有连在一起，就不会掉下来。好。这关是抬腿从胯下丢球头来，三个这样吗？对。好。如果我再不瞄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走。哇，完了，我是游戏黑道，可恶，为什么我玩游戏这么烂？你要去哪里？不要来了，红线办事哦。我要跟李毅绑在一起。我要玩游戏，我真的玩一颗爱心的，赢了也可以有游戏，也可以有红线。我有两颗爱心，然后很难玩。人服李毅已配对，人服李毅已配对，回去吧。李毅已回配对区。配对就不能了？就配对了。啊！赶快配对张文琪哦！他感情。你干嘛选我？来，请下配对国宝座。哎，来，吉祥，来。哎，我超衰的耶。放在一起 ，Let's go。来 ，Go。你干嘛选我 ？Go。一颗了吧？这边一颗星。你要想办法让平底锅上面的三枚铜板翻面变成红色的就过关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？要有信心。来。哇，好多红啊！人服李毅已配对，人服李毅已配对，李毅请回配对。再见。啊，我不去。找不到爱心啊！哎。谢谢，谢谢。没有。人服李毅已配对，人服李毅已配对。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。哇，塞！哎呦，不要摔啊，自己跳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！你猜 ？Yes！ 红线，我给红线。好，给红线，快！红线来。哎，不要用这种奥波啦！你不要用这种奥波啦！只剩高兴跟孟哲。你的线索不够吗？对啊，我就问过一次，都不知道选谁。你要背谁？我这一个赌盘好难哦。虽然是配对，还是有限制。五、四、好，那我选高兴。星星高兴配对成功，星星高兴配对成功，高兴请回配对区。啊！我被星星配对了。哎，
你到底有没有？到底有没有玩到啊？没有。你都没有玩到。很难呢。好。他没有公布啊，他都还没有公布。要不要弄他？哇，红线，我就要配。大家认为他是吸血鬼的张文琪。孟哲、张文琪配对成功。孟哲、张文琪配对成功。张文琪，请回配对区。对啊。你被咬到头了。你不用过啊。你已经被绑了。你不用过，你被绑定。被他绑了。来，但是你没差，他不是吸血鬼，他不会选你，他是没得，逼不得已只剩下他是最后一个。但其实我原本就想要选张文琪，因为你知道他不是。因为我第一关赢的时候，我问的张文琪，他就跟我说他的血型是什么。哦。所以当大家在讲说他是吸血鬼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你们所有人都不会选他，都不会选他。就你是 B 型。对，我是 B 型。我也是 B 型。对，我本来想说赢了。要选你，因为我只知道你，其他人我都没有问到。你也只知道我啊？没有，因为我其他问的不是吸血鬼，就是我 A 型，就是不是我要的。你真的到最后还是赢了，就不知道翻什么事，还是赢了。所以你刚前面在问规则，我说你不用了解啊，反正你最后就会赢的。好，所以你们那一队呢，算是我们从一队一队来，你们那边算是得分了。对，现在倒数第二个回来的是高兴跟君君。是我，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只有得到一个线索，然后第一个问的是人福哥。然后他是吸血鬼，我就想说我要选鞋子哥，因为中间有一趴不知道谁问鞋子哥是不是吸血鬼，鞋子哥非常诚恳的说他不是。有吗？是，有。客家小丑，对，客家小丑的时候，我有回答。你有回答？我如果没意外，我也知道两个女生的吸血鬼。呀谁？哦，两个女生吸血鬼怎么找？吸血鬼？我不是。可是你问了两次了吗？我问一次而已。你问一次可以知道两个吸血鬼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我也是问一次就知道两个吸血鬼。我问了一个人，然后另外一个他自己讲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只问一次就知道两个吸血鬼。有，我有问那个。你没有说卸下心防了？对，而且他很绝对。我的生活已经自然到自己做了什么都没有知觉，因为你吃了诚实快下场。那好像不叫自然，那叫健忘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太棒了，我赶快找到爱心然后去选。结果我找到要去玩游戏的时候，花花已经要进那个选鞋子哥的，直接被选走了。对，然后最后目标很明显。对，最后就是孟哲哥跟那个高兴可以选。那后来所以我就盲选嘛。盲选。所以你们是配对成功的？没有，对我自己选的。哦哦，我自己选什么？没有，我选你。那我再失败，失败，失败。他也是吸血鬼，互咬互咬，两个吸血鬼，所以就没有，那就互咬到了。哇，那还好你没选我，因为在选的时候我有跟你对到眼。对我超怕你选我的，我就一直低头绑鞋带，我就一直低头绑鞋带，想说你不要选我，不要选我。来，第三组是，来第三组回来是我们，我跟李毅两个人可以说是完美的搭配，完美，非常完美。我在第三关验出来是你了之后，我就锁定你了。可恶，你知道，因为我只有一个线索，然后我刚刚目标就是要去找爱心，我找了9颗爱心哦，还是10颗，好多。然后张文琪在我后面，我抢先在他前面，把他前面所有盒子都拆过，真的，所以他会找不到爱心。我看你在后面跑，我好开心哦，因为你这边一直跑，就代表我有机会回来配对你。对，然后我就给2颗爱心问人，给2颗爱心问人，我问到最后一个才跟我是同血型。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运气啊！问到 O 型也可以啊。对啊。O 型也可以啊。对耶。对啊。对啊。所以你有问到 O 型的吗 ？O 也可以配啊。啊，你就直接可以配啦。O 型都可以。我忘记了 ，sorry， 没事没事，你们玩。他这么聪明哎，他就是想跟我配对，懂吗？因为我原本呢，一开始呢锁定的是 Yuna， 因为 Yuna 只有一个线索，我觉得锁定这个就没错。没想到呢，他第二关什么都不行，又马上拿到第二个线索，我说啊，这个有两个线索，没机会了，没机会，我就换锁定一个线索的，就是他，对，所以他就被我就是人夫胜出了。哎呦，傻！所以你今天没有骗人，你回来就这样，真的是，我就一回来我就告诉我是吸血鬼，我明啦，我就直接明讲啦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接下来第二。第二组是我，我们我配对 Jabber。对，但因为我一开始我是 A 嘛，然后我一开始就知道卷卷是吸血鬼，然后我也觉得张文琪应该是吸血鬼，但在车上的时候，他一直过来跟我示好说，我跟你很合。我第一个就验他 O 跟 A 很合啊。对，但我就想说不对啊，这感觉他这个主动来找我，他会不会也是吸血鬼？他也主动找我。然后他的肤色比较像吸血鬼。对对对，真的很像。然后这种是加上我刚才中间不是跟大家说，我来统整一下 O 的举手，然后蔡宏不是这样。
演得很真，然后我觉得蔡黄蓉不会说谎的，我觉得他就是 O， 就没想到他变坏了。蔡黄蓉可会说谎，我可是会很厉害的呢。他前几年一辈就学会了。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我说蔡黄蓉，你竟然会说谎？他说我也是被害过，变成这样。对啊，上一次被问出来你有几条命的那一关，什么老板那个，我直接喊了那个老板的那个身份，然后我就被骗害过。你们可以回放一下他那个餐厅的时候，他那手举起来多次，他讲。我们现在来帮大家统整一下，来 O 型的举手。蔡黄蓉，你是 O 型，我本人是 O 型。就是他那手举起来多次，他这样。各位，你们一路看了，我是演员呢。蔡黄蓉一路的进化，我们看一下他录的第二集那时候哭得多惨。玩一个游戏而已。被他吓到了，我自己就。哎，我也是，我下次我不选你了，好不好？对不起了，我不应该选你。那我先让你们先。你刚刚讲的是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开始学坏，然后还没到365天，哇，很快呢。我变多了，我也变多啊。我也变多了。过去的时候不是这样子聊的哦，这位小姐。哎，刚刚在后面的时候不是这样聊的，怎么会这样牌子会这样长出来？好可怕！这两个妹妹有多肮脏？我相信花花就是小花骗人，我没有想到花花现在这么坏。哎呀，差不多了，你们都骗我，啊，我的真实啊！现在已经可以面无表情的伤害别人，现在只有你让别人哭的份了。现在真的变蛇蝎美人了，对，咬住都不跳。那接下来就鞋子跟花花啦。对，牺牲者。我只有一个线索，然后我是问君君。然后我就知道他是吸血鬼，然后在这之前大家都觉得张文琪导向这里嘛，但我想说我这样我也猜不了，因为我是 B， 我很难用赌的方式，要赌当然也可以，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先问问，结果我就问花花，啊花花也是吸血鬼，啊我又问到他之后又再去问第二个的时候他就锁定我了，啊没办法，我被中性了，对对对，好了，所以这一关结束了之后一共有几个人过呢？六个人过关，哇，耶！你也有哎，刚好一人两千，一人两千，还有 Yuna， 恭喜恭喜，谢谢，恭喜你们获得奖金。恭喜！其实这群里面最old的人还不是张文琪，真的是他，因为他超聪明。因为他其实很厉害，他最后居然明明已经问到 O 了，你们他不知道可以跟他。你们前面看他分析那嘴脸，多敢跳。你是第几个问到 O？ 我好像是第三个问到 O。第三个才问到，那也来不及了。对，那还慢的完。第一，你知道他多坏吗？我因为我就眼睁睁看他在捡爱心，然后他就是那种好像有人要吃他一样。你不要管，不要管，我不会给你的，我不会给你的。我是用肉身去挡他。我真的，你都没有挡我一个人挡。还拿三哥来吃，要不是今天我挡，我很第一名，可能会一直找我吃。哦，明争暗斗了，女艺人的明争暗斗，但是也看懂了。对，也恭喜今天有拿到奖金的朋友。所有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饥饿游戏啊！哎，最有趣的饥饿游戏，我们下周见哦。你想跟我们一起反抗主谋吗？想看更多不一样的饥饿吗？想看我们从主谋手中赢走更多的奖金吗？饥饿游戏 YouTube 会员来喽！加入会员支持饥饿，让我们打造出更棒的内容。